这是昨天廊坊那个粉丝吧？你看我脑子好不好？是不是廊坊那哥哥？这个是我们天津市市中心和平滨江道南京路附近的啊。这小朋友打着伞的，哎，对，那就等一个灯。这会儿双车道还是尽量占左不占右，因为右边你看，停靠车这俩大巴车，这就是游客，这个旅游的车，因为左边是静园了，是一个景区，这俩大巴车就在这儿等着人了，等着游客玩完出来，一上车走吃饭了，到点儿了。我以为科目三这么难，科目三要这么难，更都拿不到分儿了。这会儿你遇到障碍物来了，能不能看看镜子？然后呢？哎，带点刹车，你们，哎，啊，走，你手啊，太僵硬了，放松一点。这个超范围的啊，这您得问那个工作人员，这我不知道啊。给自行车甩两辆车，这大巴车在这占着道，人自行车往哪骑呢？对吧？他亮刹车灯了，你要被刹。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有可能他也到景区，他该遛客了。他一看就是网约车，对吧？顺直。有黄河线地方，看我们小区口出车。放左边来吧，红绿灯啊。好，大三轮那么大，看镜子推。看镜子，先看镜子，有机会推，没机会死等。不是说看到障碍物就能推啊，你得右边有亮让你推，你才能推刹车，对吧？你这右边好，还没看了，咣咣怼上，完全责。好，走。因为你看，右边都有频繁的占道车，还有自行车，所以右道的车肯定会借你的道。所以你在不出去的时候，都得有时观察观察右边，有情况吗？有发动机声音吗？有电动车声音吗？啊，耳听八，你看对吧？差点儿上，他停得多愣。所以有时候我说过，不跟网约车的后边，对吧？人家随时停靠洛克接客了，到达指定地点了。顺直，低喇叭，再低，再低，好，咦，踩错了，听声音啊，听发动机声音，赶紧逮一逮车从哪来，给刮到。我们新手通病，一听就会，一开就废，还得培养手感，就是听都能听明白，你就是大脑会开了，手脚不连贯。对吧？铁条的来，中午吃饭停车，对吧？这个好。我要刹车啊！我看看啊，还得执行。乱推啊，这会儿，方哥手挡借道都得能走啊，才算合格。非得练手挡，这地儿必须得手挡通过啊。前面那个红绿灯，我们走正好，动啊，动，哎，好，再走。因为你左右夹击，千万不要乱动，你往哪面动都危险，对吧？就这行人跟我嘛，我就看，眼看那么近，摁喇叭他心里啊，刚才那女的哈，你看啊，摁两遍跟没你那事儿一样，所以你就惹不起这行人，
咱就得躲，对吧？要么就在后边让，因为他也不扭头不摆头，他也没有往里走的意思，那咱就不能冲。那会儿刚才那女的，您那直播间就说那女的了，像刚才咱摁了两次喇叭，他也没有个扭头拿眼斜你的动作啊，他也没有说赶紧紧两步往里走那意思，还溜达达，你再别惹他，这大姐咱惹不起，对吧？他还恨不得你碰他一下呢，躺下了，行，完美，左转一会儿啊，不着急，不见得过得去，把灯关掉，没堵车。哎呀，怎么问号呢？小眼睛，问号满意，你这地儿你手挡你也得能开呀，对吧？手挡你也能开才算真的练出来。用心听教练讲的每个细节。那种人脸上写着你敢撞我，就惹不起呀、啊！你看他头也不扭，我们摁了两回喇叭，我第一遍对吧？也许你不知道摁谁，你说第二遍，哪怕你紧走两步，哎，对吧？你也知，也我们也能读取到，你知道我们来的信号。你说他跟那嘛似的，你说谁敢过呀？怪吓人的。像这种拿不准，绝对不能啊，冲过去，听见？哎，不确定因素，不冒险，往左来点。别贴得太右，你这么左边这么大空间，你非卡右边嗓子眼干嘛？对吧？一定要学会找宽点。背啥看了吗？这是个路口，黄网格签。啊，他轱辘拧着呢，要小心，他可能会不会随时动。啊，你俩在这空宽点完成会车，看到没有？旁边这就叫宽点。你往前冲点找他，他也在等你。这轱辘拧着的也得注意，背刹着过，脚下干活。哎 ，A 柱过他车头，往左打去找宽点。爱顺直，听见了啊？红绿灯左拐。哎，你带点刹车，这会儿不确定因素，看看右边有车吗？哎，带眼走，对。左转啊。慢一点，路口减速。看左右。好，站右，站右，对，站这边。为嘛站右？自己分析一下。因为这边停车了。对，右边还有单独的辅路。如果右边没有单独的辅路，你要居中，对吧？这会儿提前看镜子规划。线压一点可以，因为它挡着斑马线路口了。把它搁在黄点外侧。好，再看镜子回来。执行啊，没有口令都是执行。和平里单行路比较多啊。你们打车来这边。地铁打车合适，骑自行车在里面穿合适。过路口一定要背刹左右看啊，看镜子，看人都走哪儿了，你去学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两边都有占道的车辆，就要居中了。就不能再按某一条线、某一条路走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有路口，有斑马线，要注意观察，有胡同口了。然后这个和平心脏地带的路全是斜的、歪的，看到了吗？没有正的道，一直在调，那你的眼睛就要一直跟，不能丢了。而且一会儿油门，一会儿刹车，一会儿刹车，脚不能懒，回完了。走，低喇叭，最好给他摁走啊！我走，行，可以了，他看见你，别往我这边，你手转盘用的劲儿太大了，松弛一点啊。好，过路口的时候看，从这儿就开始逮路口有没有车了，到这儿再看，完了，而且盲点，一定是早看早发现早调整。好，道路清晰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回左啊，因为你看右边又有车又有自行车，还站着道，你还是站左好一点。
因为这和平有一句话就是允许单排顺次停放，就因为这句话就应该站左不站右，嗯，对吗？他允许单排顺次停放，那就是都在右侧停靠，那还有自行车呢，好，两边占道车。 如果说你看啊，这个喇叭摁的，你想摁谁？你想摁那个自行车还有？好，你想摁他，如果。